家如果有看宝可梦的话呢，有看美国的宝可梦，介绍一个 Nick Trainer Tips 的， Hello. 他也是洛杉矶。Okay, engine stop.Yo, what's up, 大家？我是刘佩 Pierre。Yo, yo, guys. 今天下雨了。对，今天下雨。今天是我的第二天在日本，现在先吃个午餐。但是下雨要怎么拍东西？因为一边玩宝可梦，一边拍，一边拿雨伞，真的很难。秀秀在后面。但他有雨伞，我们没有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大家都知道要下雨，秀秀都没有说，哎，你们需要雨伞吗？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啊、没有，开玩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吃个午餐。听说要吃好吃的咖喱，是吗？对，好吃的咖喱。Let's go. Yo guys, welcome to China. New day. 这个地方我在台北常吃，台北有一家，所以我一定要试一下这家。改天，改天。确定这个是日本咖喱吗？对。怎么像这么像德国咖喱？这个咖喱的味道是甜甜的。OK。哦，排队。你好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我们刚刚吃完这个咖喱店，是秀秀强力推荐的，是吗？那现在刘佩 official review， 我觉得咖喱很好吃，它的那个咖喱酱很特别，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是日式咖喱，但结果那个味道又有一点像，又有一点不像，因为它偏甜，然后有一点奶的味道，然后好像有一点焦的味道，很好吃。它的牛肉我觉得还好，有一点太硬了，不够嫩。然后他们整个装潢很可爱，因为完全是像德国的一个啤酒屋这样。它叫什么？不是吧？这个是啤酒的名字，是这个吗？叫 Pyramid， 不是 Edding Pyramid。你等一下，你告诉他错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因为错的，你不会。招牌的意思不是这个，是啤酒的牌子。这个。村长，你觉得？我觉得好吃啊。好吃。那秀秀一定。我觉得好好吃。因为他刚刚边吃边哦，好吃，超好吃。这样评分的话呢，我会给他七分而已，因为服务。在日本我的标准会比较高啊，对于服务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，还是她可能今天跟她男朋友分手还是什么的，但那个服务真的让我有一点不爽，所以我就给她七分而已。我会推荐你们来吗？如果你们不在意服务的话呢，我推荐；如果你们在意的话呢，那就不要来。我会回来吗？我觉得日本有太多好吃的咖喱，我可能不会回来 ，sorry。好吧 ，Sorry， 但是是好吃啊，我觉得一次就够了。刘佩 official review 结束。记得如果想要看千场的部分，千场的 vlog， 以下有连接，这个也有连接。你看，帮你打广告了吗？ Yeah, 我自己帮他打。你看，先补一下，价钱算便宜，一个人890，而且还跟饮料、咖喱饭，就很便宜啊，890，超级便宜，等于200-300左右。所以咖喱的话，这个算便宜。但是如果你是刷卡的话呢，他会叫你付多60块日币，就等于台币20块左右。好，我们现在找路。其实主要这个皮卡丘大量发生是今天的游行，只有一天有。然后呢，现在是36分，它是4点钟开始，所以我们剩下24分钟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因为刚刚走错路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
真的超级多，但是刚好现在3:59，4点开始，所以我们到我那边就刚刚开始，会稍微来不及，但是至少还可以看得到人山人海，为了皮卡丘。大家如果有看宝可梦的话呢，有看美国的宝可梦，介绍一个 Nick Trainer Tips 的。Hello. 他也是洛杉矶。Do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the viewers? Hey, I'm Nick. I have a YouTube channel called Trainer Tips. Yep. I play a lot of Pokemon Go. If you guys want to subscribe, up here in the card and down below as well. I'm like kind of fanboying a little because I watch your stuff a lot. Yeah. It's good to finally meet you, man. Yeah, you too. Yeah. Awesome. Right. Cool, man. Good to meet you.我在想，这个是不是那个游行的开始？啊？散步而已。散步。游行在外面吧。哦，游行在外面，所以这个是另一个的。这里人有点多，我们好像要去别的地方。好像走这里，但我不确定。找到千场？什么？这里吗 ？Oh my gosh！你知道我上次看过这么多人为了宝可梦，就是在北投公园的时候，但现在真的是完全太夸张了，我觉得什么都看不到。好，大家，我会尽量帮你们拍，尽量拍，但是我可能也怕，也没办法真的拍到。我跟着他们就好了。啊，这里真的。大家，我觉得大概就这样。你看我一头大汗，因为手一直举着，然后人好多，好热，我觉得可能拍不了了。分享一下这个人群，多吧。后面有来一台了。啊！天哪！我们要再想办法往前看吗？人山人海，我想要走，我要离开，人太多，暴汗。推来推去，好不舒服。终于离开了，终于离开了。是不是？太可怕了。所以在日本，平常不会这样，推来推去什么的，是吗？比较少哈。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一次真的太多人了。这人太多，因为大家真的太爱皮卡丘，因为它真的好可爱。那千场继续在里面人挤人，然后呢，他想要补一下画面，先去里面吹一下冷气。Let's go。休息一下。Yeah， 休息一下。好。超好笑！大家原本想要说哦，进去休息一下，结果我们找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可以看到更多的，比千场那个人挤人更好。你看一下，这影片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你错过了。太棒了，今天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值得，我们太幸运了，哦，而且超好玩，我觉得我们刚好就在中间，我也觉得，没有，然后因为他们
走了，我以为他们要完全走，但他们又停下来，另外一台车就跟我们打招呼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。对对，就为了我们。走到了。Yo guys, welcome to channel. 哎、我跟你说，怎么样？你刚刚补拍的如何？嗯，我有到最前面拍到。我觉得这个很可爱，因为大家都拿着他们的 DS， 好像现在有什么活动的东西，应该是我觉得，因为大家好像把他们 DS 放在上面，说，哎，我要什么免费的东西，连阿贝也会来玩，我觉得好可爱。我刚刚查，去那个 Pokemon Go Stadium 是大概5分钟走路，所以很快，现在可以走过去，很近，好可爱，大家都有 DS， 好可爱。好，刚刚结束宝可梦，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，这个有连接，以下也有连接。你们大家如果是宝可梦的粉丝，应该已经看完，所以也知道我的现在心情超级超级开心。如果不是宝可梦的粉丝呢，知道宝可梦是什么来的呢？我抓到超猛，一定要去看，一定要去看。那千长刚刚呢，他也去试，对。但现在我想要买一个衣服，因为想要纪念一下，说在这里有抓到。我现在心还是摸一下啊，真的。哦，对，真的，我还是很兴奋，是 either 兴奋或者刚刚楼梯，可能是走楼梯的原因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很多人拿着一个招牌，说哦，可以带我进去吗？可以带我进去吗？但他们不知道，你带进去也不一定可以抓到，因为你需要那个 QR code 才可以。所以像我后面这里，从福冈来的，这里就有，是从福冈来的，真的吗？福冈特别，他们哦，过来的。但我从台湾来啊，对，这我又知道这个啊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开玩笑。然后刚刚如何，好玩吗你？刚我们是用冲，就是有点连走，连走带跑，他整个是超想抓到的，他真的吗？超梦之后，他整个就是就已经不想要玩那个，就完全想要跟我一样在这里吗？没错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真的等了好久，超级超级久，真的有抓到。Sorry, good luck, good luck, good luck, yeah. Hi, thank you.超可爱，直接过来问我们有没有 QR code， 我觉得太可爱了，果然大，太可惜了。M， yeah， M， and then this， this， yeah， 超 one， okay， 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耶！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幸运，没有下雨，然后游行很棒，天气很凉，但我还在出汗。然后抓到超猛，大家也知道吗？我刚刚想要看一下我这个毛巾，结果里面。这个袋子，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？因为他本来没有说有付哎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看他给我这个蓝队的 pin， 然后蓝队的还在摆就是一个 set， 但还是原本以为只有毛巾，所以很开心。好，原本以为只有毛巾，所以很开心，但结果是一个 set， 好吧？还是很开心，超开心的。OK， 真的回去东京。好，我们现在回东京的路上，然后呢，秀秀刚刚说。这个座位是什么？因为今天是假日嘛，然后又是假日的最后两天，对，所以今天等超多。刚刚这边本来是满的，然后又有人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又有位置。所以就说明我们真的超 lucky， 而且这个位置我觉得好特别，你看一下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大家想要放屁啊或者什么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呜下去这样放，是吗？嗯，是这个原因吗？应该不是。好吧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OK， 好，继续回东京。回东京了，今天晚上要跟几个好朋友吃晚餐，去见他们。我们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刚刚，透过了一把手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因为是跟着秀秀，那可能他有稍微一点点路痴，所以我们其实错过。其实我平常都带这台车，所以现在出去去找他们，给你们看是谁。大家你看是谁？佢爱香港。I love Hong Kong。Yeah， 你知道吗？大家，这刚好我跟妈我说，妈我要去日本，你也刚好说、啊、我要去东京，啊、这样吗？可以来东京啊！不要讲，等这样讲广东话嘅，可以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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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好 surprise 啊，因为我还京都的，然后京都跟东京很远的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突然间啱啱好中文？然后又啱啱好我要去东京，这个人也说我到东京了。对，这个人，所以今天晚上要跟他一起吃晚餐，耶！我们要去日本的伊扎嘎呀居酒屋，但是应该不会拍。如果想要看的话呢，应该在 IG 会分享一点点东西。上次我跟茂有合作影片，如果想要看的话，这里有连接，以下也有连接。对，然后可以去看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我的脸书跟 Instagram 啦。IG 对，还有微博，还有 Bilibili， 还有什么？
好，那我们一起吃饭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影片，喜欢立即分享，记得订阅之后看到最新的影片。要订阅刘佩哦。哦，订阅猫哦。OK。雷带最正，你最棒。记得按铃铛。来啦，拜拜，好，这个。宣传，给我宣传。我想一下。我们。